七月开什么花？很多朋友都喜欢去室外赏花，但是花也是一种季节性的植物，不同的季节开花的植物各不相同。那么正当酷热的七月开什么花呢？七月开的花有荷花、彼岸花、葵花、紫薇花、国葵等花，接天莲叶无穷碧，映日荷花别样红，这是对荷花之美的真实写照。盛夏是荷花开放的最佳时节，也是夏天的主要标志。彼岸花的花期是在夏末秋初，约从七月至九月。这种花经常长在野外的石缝里、坟头上，所以有人说它是黄泉路上的花。向日葵开花的时间也主要集中在每年的七到八月份，也就是太阳光照射最强的时候。紫薇花具有极强的生命力有关，不仅耐干旱和严寒，而且适应性很强。国葵花的花朵颜色大多为黄白色或者是淡黄色，开花时间通常是在每年的夏季七八月份的时候。